个沙头，沙头，我就写个沙头 ，please 沙头，沙头，然后还坐上去，因为很大那机场，然后到那边，我说 excuse me， please Delta， 哈、哦， transform 就不敢讲 transformer 了。然后到了那边呢，那老外是个黑人女的，然后我又看了又害怕，我就给他讲说 I 要 fly go to Las Vegas 哈、哦，结果他咕噜噜噜噜讲一大堆，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因为我看到外国人真的一句都听不懂，我说 just a moment。I now 哈mobile phone call my husband mobile phone you talking 哈，我说喊你 help me please 那个我说那个黑人你跟他讲，然后我就打给他说，我就是心想眼睛盯着那个小姐一直看，好终于看到他打了那个电脑，我说哦、oh,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luck 然后我就跑了，我还给他新的愿望了。好运啊！谢谢。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对啊，She's lovely, right? Yeah. 然后终于登上去，第一个到了 Las Vegas 的时候，看到我老公，我说 Honey， 我终于看到你了，我抱他，因为我觉得那个比我登天还难，真的要回来，像天人永隔的感觉。对，然后我还撞到玻璃，因为他太紧张了嘛。然后那个我有喷香水。过海关的时候，那个鞋子都要拿起来，对，然后还有滴滴滴要带着小孩，水也不能。后来我带了一瓶香水，是那个 Chanel 的香水。然后呢，他那个黑人就叫我过来 ，come on， 然后就拿那个东西这样弄我，然后就没有啊，他就叫我皮包打开来，他就找，把全部都翻出来，就找到那一瓶香水。他说就问我这个是什么，我说 good。你知道吗？看到黑人真的会害怕，我就说 good， 他就自己我说 you look， 我就很就这样喷空气，我说 you smell， you understand， no bomb 的，我都听不懂的。我们都听得懂哎，听得懂啊，对啊，他看到我不是坏人，看推个小 baby 啊，OK 好， you OK 这样子，他说 next time 叫我不要带这种东西哦。Yes, sir. 可是，你最近在地震，是不是921？打电话给老公。对，那个虽然当时更不通，可是他也都听懂。那时候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921大地震那一天。那时候我是8月23号认识他的，然后9月21号那一天晚上哈，就是睡觉的时候，大概1点多快2点的时候嘛。我平常习惯是大哥大就摆在旁边，啊，不是，因为我们家住12楼，那房子就这样上下这样晃动嘛哈。那我当时就觉得，第一个我想。啊，中共打过来了，因为我觉得台湾从来没有这样过啊，怎么可能，也不是在做梦，我就第一个电话呢拿起来就拨到韩国，那时候我老公在韩国出差，我就还转饭店号码哈，就是 please no number 什么什么，就后来我老公迷迷糊的就接电话，我说 honey 台湾闹哈 house 哈 up down 让这样的哈，我不知道那个地震怎么讲，因为那个真的是上下，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家佣人在那边客厅的房间一直在鬼吼鬼叫，后来我就 Irma you shut up no I my heart 蹦，然后还一直在晃，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讲 Honey I very terrible 哈，我说 my window 啊。Glass，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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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y living room 啊 ，everywhere， 冰冰冰冰 ，TV 也有冰冰冰冰，然后他就叫我等，他说 ，You only call for I am the man， 我说 OK， 我说 You have the power， I eyes no look everything no look， break， 对，我 break 也不会讲，我就说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很奇怪，我老公都听得懂，因为爱的神奇，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对，然后后来第二天他说他 tomorrow go to Taiwan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然后我就挂掉，然后我就一直在发抖，然后很倒霉的是，我还必须要再去那个就我房间是请菲律宾的佣人，还要跟他讲，他抱着枕头一直啊，我说 you shut up。You shut up, OK? 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到客厅，我说 Light 会了这样子，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平常他管家里吗？赖打不是英文啊，不是，是啊，赖打是赖打，哦，也是赖打，是赖打，是日文，对，直接翻，然后就弄得一头雾水。可是那时候后来事后想想，觉得也蛮好笑的。那听说你老公在跟你求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他不懂中文，你也不太懂英文，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说要名牌。哎，这个厉害，我觉得很多女生英文都不会讲，但每个名牌的英文他都记得住。来，你那过程是怎么样？像 Tiffany 啊、佛罗伽摩啊、Bulgari 啊，什么都会记得。讲的 Hermes 的就是那时候就觉得两个人交往已经一年多了嘛，那然后在酒店的那种下雪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就是他了哈。然后后来结果我就跟他讲，因为每个女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觉得结婚应该有一个 Tiffany 啊，好，那我就跟他讲说，You love me, I love you. Huh? Now, feeling bingo. Huh? Feeling bingo. Feeling bingo. 对，就是爱的 feeling bingo 啊。Feeling bingo. Feeling bingo. 好，我说 那个什么Shinjuku的department store. 哈，有没有 Where Tiffany? Tiffany ring ring. 哈，然后讲说 OK， 就我们就到了那边，然后我就看了一克拉的，然后说我说 I like 这个 this ring. 然后我老公就说。Tiffany made in American， 他说是在美国买，很 cheap。我就站在那里，我说 ，You care money 还是 care feeling？OK，、okay? I now you have feeling。又对服务生性骚扰。You care money 还是 care feeling？OK、okay?。I now you have feeling. I feeling girl. If you say no, okay, maybe tomorrow feeling love. No bingo, bingo forever. Okay, bye bye. 结果他就买了吗？他想了一下，因为很贵，你知道吗？他想了一下 ，OK， 他说。Love bingo， 他说 now shopping， 最后后来就刷了。我说当场就在那边亲他脸。啊！对，你这样也是很有用。She went to buy a ring in Tiffany's. Yeah. In Japan. Okay, okay. Did she say she's Filipino? 菲律宾人跟你什么关系啊？哦，我有讲菲律宾吗？他说 feeling， 因为他刚刚一直讲 feeling bingo 这些。feeling， 哦，可以，可以，feeling bingo 来了。So, then, can you understand what's the feeling bingo? Feeling. I don't know what a feeling bingo is. Yeah, your feeling is right. My feeling is right. I love you. You love me. That's feeling bingo. Yeah. 但有一次听说过海关的时候，因为讲错话，结果被扣。对对，我去韩国，我老公在韩国，然后我去韩国，然后我自己飞到韩国去。那过海关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可能你来做什么？可能英文怎么讲？你来做什么？Why are you here, Mom? Yeah. Oh, why? What are you here for? 对，你讲的我听得懂，可是老那个韩国人讲我就听不懂。我就跟他讲说，我说 trouble。我讲 trouble。Trouble。麻烦。我因为本来应该是观光，是应该是 trouble。Trouble。对，我就讲成 trouble。然后他就又问我一次，我说 trouble。然后我还这样讲，然后看着他，结果他就说，他就觉得哎奇怪，这样，他说他就问我很多，我通通都是，比方说他问我几天，我就跟他讲说我老公在这，他如果问我你要住哪里，我就讲说今天天气怎样，反正就是都讲的都不对，就对。他真的觉得你是个 trouble。对，然后后来他就觉得我有问题，然后就我后面排得很长，就他就一直看一看，他就是 you go， 我说 go to where。他说有一个警察就哔哔就带着我就走到一个警卫室里面去，我就很害怕，我心想通通都是不会讲英文啊，那我就拿那个我说问他 Why I go to here？ 好，结果他就讲说他就讲了什么我也还是听不懂，他就才知道说搞了半天，话有一阵有几个人又被扣押了，也来了是香港人，哇！我一看到东方人我就好高兴，我说。Do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我们 Hong Kong 人哈，就是香港人。你问他为什么要把我抓住？对我老公在 husband 在 outside stand by me， 哈，已经 delay one hour。stand by me， stand by me。哎，一首歌，真的很紧张，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好怕真的把我再扣留或者把我关起来，因为我没有讲什么啊，我只讲我 trouble 啊。结果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有一个就是一个女的，不知道是卖吸毒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通缉犯。
他是东方人，那就他就拿那个照片跟我们这样比对，就你发型样子像的话，就把他通通都带进来这样子。后来我就一还按指纹，还弄瞳孔什么，还问一大堆问题。后来那个香港人帮我回答，就说我是做什么的，我从哪里来，通通都是那个香港人是好人，真的好棒。然后我才。